哇，你知道段段，你全我知道这个不行了，也是这里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音乐停的时候赶紧抢。哇，李默好看，好诡异啊！一帮人拿着手机转着抢。快点，速度起来，这个、速度起来，起来！走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！没有！哎呀，是谁说的？是我。停了。很惊悚，对，啊，小姐没反应过来。他们说不拿手机太危险了。刘，对，我也觉得。放下吧。哎，刘宇宇，团队最喜欢啥？不，跟你们说，来，我们来聊一下。过去。派派是这个团队最喜欢撒娇。我跟你说，快，快，还有一个椅子，还有一个椅子。不行，最喜欢撒娇，不行。你看，你没干嘛？就是因为太近，不行，这样的话，我椅子，我椅子，我看不见。哇，明凯，李默回来吧。等一下，哎，你们怎么想？